2021年開始用嘅新版嘅一級嘅 scales， 究竟係要做啲乜嘢嘅咧？啊，一開始咧就要做一條 hands together 嘅 C major 合手嘅 scales 啦，只係需要彈一個八度嘅啫喎。咁咧就記住，好似之前學 scales 咁，要學咗啲 pattern 先啦。C major major 大調嘅finger pattern 咧，就 one two three 一個 pattern。好扎实咁弹咗啲 blocks 先，跟住一二三四五啦。等我移过啲嘅机先，摆翻正只手，做好嘅 hand shape， 个拱桥做好啊。好啦，咁跟住咧上行右手仔做 thumb preparation 啦。头先个 pattern 系咩话？三之后就转咯噃。嗱 ，thumb preparation 去到二手指就收埋手指公啦。三转一，咁就够八个音啦。三加五系八啊嘛。第一次轉咩啊？轉三，係啦！我成日都叫啲學生咧要彈埋個 chord 噶 ，do mi so mi do。雖然咧係考嘅時候係唔需要嘅，不過你練習嗰陣時都做埋個 chords 啦。咁左手咧就係、好似 initial grade 嗰陣時咁樣咧，就係、做曬嗰個 block 先。啊，呢、這個 middle C 啦，咁五個音彈曬落去，好扎實咁樣做好成個手型，成個拱橋做好啦。五隻手指彈落去。跟住就去个 A 音三二一，咁就够八个音，咁就到噶啦，落翻嚟一样啦。咁记住左手下行嘅时候咧，记住二手指就要 thumb preparation 收埋咯 ，descending 嗰时做嘅，三之后就转一噶啦。好啦，分开手练熟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咧慢慢做合手噶咯喎吓。咁咧，我哋摆只手啦，咁然后咧去到二手指嗰时候，右手啊，你记唔记得要做咩啊？要做 thumb preparation， 收埋手指公。好，再嚟一次，二三，右手转一手指去 F 啦。好啦，到左手转咯，第一次转三嘅，右手就冇事啦。好，到下行 descending 啦，留意左手要做 thumb preparation， 收埋手指公，收埋手指公，三转一咯，一手指喺个 G 音度，咁就做咗 hands together。最后个音要长啲，最后个音系一个一拍嘅音嚟嘅，千祈唔好咁样短咗喎吓。咁跟住咧，你会见到书上边咧写住60嘅一个 quartet， 一个一拍嘅音。等於60，咁即係話咧，考試最慢嘅速度咧，要用到60嘅喎。咁我而家咧就用一次啦，打60啊。咁唔使用叮嘅，呢、這個 quartet 打60，咁即係點樣做咧？佢打一下，你就要彈兩個音啦。咁你個嘴仔可以數住 one two one two ready go one two。这个就是考试的时候最低要求60了。